2009年，演员王挺公开揭露剧组的炒作手段，批评剧方将自己被炸伤的片段用来宣传营销。他既然用了，会不会想到对我心理上造成的伤害呢？他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，所以这是个道义上的问题。在娱乐圈里，王挺就像是重案六组里的丁健，刚正不阿，是铁血硬汉。而王挺因演戏被炸伤也不止一次了，拍《高粱红了》时炸药提前爆炸，王挺的双臂深二度烧伤，脸部深二度烧伤。拍《零号国境线》跳车戏时，他的腿部不慎骨折。拍《夜花火》时，王挺又遭遇爆炸场面，惊险万分。然而这样一位铁血硬汉，在面对娱乐圈的潜规则、面对抗日雷剧等乱象时，也只能无奈妥协，发出一声叹息。哎呀，我又能怎么样啊？我不是导演，就是无奈呗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呀、啊！制片人给了你钱，你来做一个戏，你也认同了，你就给人演好啊。做过刑警的王挺，三观正直，积极向上，而他的为人处事和浮躁的娱乐圈却格格不入。你是一些来剧组不是演戏的演员，那你要看到这种搞乱搞真恶心，你知道。可是演员这条路是王挺自己选择的，就算有讨厌的地方，他也必须坚持走下去。1972年，王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，父母是贵阳市钢铁厂工程师，家境小康。在父母的支持下，他从小练习跑步和游泳，上过体校。16岁，以体育特招生的身份进入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察系。毕业后的王挺成为海口市公安局新华分局一名刑警，日常的工作与罪犯打交道。啊，血液里有那种年轻人有不安分的那种躁动啊，就在这个，保一方平安这种工作里面合理的释放。少年王挺怀着一腔热血，办案时积极又拼命。一次接到线人举报，王挺找到了持枪抢劫的嫌疑人，双方对峙。他再回头，我枪出来，我过来，我一转头，枪拿了。歹徒狗急跳墙，直接飞身上车，撞到路人，而王挺及时开枪，打中了歹徒的屁股，将其制服。刑警的时光单纯又热血，几年间，王挺参与了许多刑事案件，帮人民群众抓捕罪犯，曾立下了个人三等功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而王挺从警察转行做演员也纯属意外，属于一时兴起。1995年，都市边缘人剧组在海口拍戏，王挺送一个朋友去片场拍戏，他被导演抓去做了一回临时演员。这次拍戏经历令王挺对影视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本就有着英雄梦的他希望可以通过演戏成为荧幕上的英雄，影响更多的人。1999年，王挺不顾父母的反对，毅然决然辞掉刑警工作。他从海口来到北京，风餐露宿，一边在电影学院上课学习表演，一边蹲在制片厂门口寻找演戏的机会。最困难的时候，王挺吃不起盒饭，交不起房租，没有戏拍，生活和工作处处碰壁。那么我们是从男八号演起啊，不断的在寻找机会，在实现自己，不断的遭受挫折坎坷，然后不断的再爬起来。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近3年，直到2002年，重案六组剧组找上王挺，他的事业终于步入正轨。王挺喜欢演军人类型的角色，一方面是为了圆自己的英雄梦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对角色的驾驭能力有限。刚入行时，王挺完全不懂机位，不懂镜头语言，不懂台词的逻辑重音，在一点点的摸索学习中，他恶补了很多理论知识。而在实践操作中，王挺选择出演军人、警察等与自己经历相似的角色。在冰封中，郝大地与战友们在边境工作，他们要面临洪水、大风暴、雪崩区等等困难和危险，还要对付盗猎集团，寻找失踪的科学家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会让自己的亲人进来。在重案六组中，丁健在侦查过程中遇到了罪犯拦路抢劫，他身手了得，当场擒住罪犯。而这样的经历，戏外的王挺亲身经历过很多次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而真实的表演最能打动观众。今天我更为荣幸地站在这儿，拿到百合杯。感谢评委，你们对我的这次鼓励，会让我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加刻苦，更加努力。我想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重案六组、我的长征、高粱红了等剧在荧幕上热播，王挺也随之走红，名气越来越大。20年间，他成为警察和军人专业户，是荧幕上的硬汉代表。另一方面，王挺虽然爱演军人，但是对抗日雷剧恨之入骨。
而真实的战争残忍又残酷。王挺接拍的戏大多是写实的，充满现实主义精神，这就需要演员搏命演出。拍冰封时，王挺要爬一根4米高的电线杆，在此过程中他身体忽然失衡，从高处跌落，落地就口吐鲜血，后背皮也拉开了，肿得十分严重。在高粱红了拍摄过程中，王挺被意外炸伤，他的脸部和手臂深2度烧伤，从此他对爆炸戏产生心理阴影。可即便如此，6年之后，王挺努力克服心理阴影，出演38线时他坚持不用替身，所有爆破戏和特技都是自己上镜。是受过伤，而且是我很严重的伤，住院了。但这个戏我觉得我要用替身，我有点说服不了我自己，所以我多次跟主创跟舞戏组的同仁们说，我说能满足我一个要求吗？我不想是替身。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对前辈的一种尊敬吧。我真的不想用，真的不想用，我想吃点苦。这个戏在一次又一次搏命演出中，王挺的演技愈加成熟。从前的他是剧组的男8号，20年后的今天，他成为夜花火中的男1号。电影的开篇又是惊险的爆炸戏，王挺饰演环保局局长曲波，在煤气爆炸案中身受重伤，虽然没死，可是他的车里却出现300万来路不明的巨款。雨夜爆炸案、高官行贿，诸多的线索指向曲波有问题，可是真相真的如此吗？演艺圈需要王挺这样的硬汉演员，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没有流量，没有粉丝团，但是不抠图，不用替身，做好作品回馈观众，无愧演员这个身份。